新闻消息，咱来看，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，各种文化拢伫只小度。啊，即马伫台北的顺义博物馆有一场展览，有早期东方西方，也有汉人原住民之间无共文化小度以后发生的一挂趣味的代志。在六十四世纪大航海时代，台湾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变作西方航海专家一定会经过的所在。外国人拄到东侧时，台湾岛顶头的原住民，无同款的文化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？耶稣是西方文化的嘛？那但是他脚下所踩的呢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观音，观世音的莲花座。好，那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个不同文化这个碰撞之下，所产生出来很有趣的一个不同文化面向。耶稣拿卡打莲花嘛，出现他们代表东方的两条顶头，也个这个达悟族女性的马肉破莲，这是达悟族重要的传家宝。顶头的银就是西班牙的钱。兰屿他们的达悟族人是把那个外来的这个西方的这个银币、钱币，重新把它再熔铸打字，做成他们那个身上的一个装饰品。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小度，原住民和汉人的文化也在互相影响。传统甘麻兰常常用来编织的材料，今朝树的纤维，不但当做袋子，也做汉人的服装。其实这款无同款的文化小度，各地也在发生。就是所谓的异国婚姻，那他们也孕育了新一代的台湾之子。那所以这种异文化的相遇，仍然在现在台湾社会上演着。咱拢讲，咱是一个尊重族群多元的社会。由台湾历史博物馆主办的这场展览，就是要以台湾的角度来看四百年来台湾岛顶头无同款文化的影响，也要带大家亲身感受文化之间小度产生的美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